你笑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什么也没笑，真的没什么。我认为他是在笑咱们。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台灯啊！哦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这些家伙才挺依恋那孩子呢，是吧？对，他是我们的主人。哦，那可真不错。也许有一天他会突然回到你们这儿来，开着汽车，鸣着喇叭从大门开进来，一切都会恢复跟从前一样。嗯哼，有这种可能。至少我们得设法做一个乐观主义者。乐观主义，那得有人把束缚那孩子的绳索解开。那你最好还是闭上你的嘴。你想怎么样？把我也吸进去吗？我所看到的都是事实真相，而你们这些家伙又怎么样呢？你们就像刚从组装线上下来的婴儿，还是让自己现实一点吧。咱们已经变成了垃圾，被遗弃了。可他是爱我们的。说得对。那又怎么样？他只是个孩子，他要听家长的，大人搬家他就得跟着走，就像一件行李。可是也许他们他不会回来的，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哦，是吗？难道说你最近见到过他，他跟你说过？你真以为是这样？我没跟你说话。你们全部加起来的能量大概也只有五瓦吧，或许更少。现在是更新年代，是废金属年代。你可以有你的想法，可是我们不会放弃希望的。这可真是悲剧，托斯特，你们就像一群婴儿一样对我大喊大叫。我认为你这是嫉妒。对，我嫉妒你们这群笨蛋。笨蛋？对，因为主人从来都不跟你玩。因为你总是高高在上。现在又回到这愚蠢的话题上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我知道这别墅里发生的一切，这是个阴谋，你们这些低能儿都在其中。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到处跑，就知道的比我多，就比我强。我可不是无能之辈，我是被人设计钉在墙上的，我喜欢被钉在这该死的墙上。你们这些小孩个子太矮，够不着我，这又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我们不是有意这样说的。让你们看看我的能量。哦，别这样了。等等，等等，快马上见人。哎呀，哎。空调器，我不知道他是这么在乎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太急躁了。